我们现在测试一下我们防录音设备的一个屏蔽效果。然后现在正对面的就是我们的防录音设备，然后这里有6台手机，然后距离的话是1.3米。这6台手机的麦克风都是背对我们的防录音设备的。这一台是华为的一个折叠屏的手机，这一台是华为 Mate 40，然后这一台是苹果12，这一台是小米12，这一台是 OPPO，这一台是 vivo 的。现在我们的设备是关闭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打开所有手机的一个录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说话的话，这个设备上的波形是有起伏变化的。然后现在我要打开我们的防录音设备。设备，我们可以大概来听一下这个声音。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华为这个折叠屏的，我点击播放。是有起伏变化的。然后现在我要打开我们的防录音设备。好，然后现在我关闭了防录音设备，我们可以大概来听一下这个声音。然后现在我要打开我们的防录音设备。我们可以大概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说话的话，这个设备上的波形是有起伏变化的。然后现在我要打开我们的防录音设备。现在说话的话，这个设备上的波形是有起伏。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是打开我们的防录音设备。好，演示结束。